来，快跑！谢涵，快跑起来，快跑，不要被抓了。谢涵，我们该怎么办？那我们丢钱好了。我们和我一样，一起躲，一起摸。两狗狼也跑进来躲了。谢涵怎么办？我们要拿什么防身？用炮灰狼的钢管。我闻到那边狗狼的味道了。东阳，快快快，打他！谢涵，我的子弹又光了，快跑！阿文，快点吃饭！谢涵，你回去了，我没子弹啊 ！Oh my god， 我不想被封死！阿文，记得别去压子弹，没子弹去上花地要爆头！哦，我好累，我一连一上都上一次，4个小时，我也不想喝了。